各位同仁，审计长及主席长、审议长及各位长官哈，我是不是请一下国科会？国科会今天是国科会副主委，副主委，好，还有国家实验研究院啊，国家实验研究院，好，国家实验研究院哈，院长哈，来，副主委哈，还有几个问题要请问一下国研院。今天其实大家有提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卫星的发展的计划，现在大概是怎么样的？可以告诉我们，如果副主委可以告诉我们，或者院长可以告诉我们。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卫星计划有福卫五号，是自主卫星，在台湾制造，是做这个遥测。目前进度正常，另外一个是跟美国合作的福卫七号分为一期跟二期，一期正在运作正常中，在这个双方的制造，我们现在卫星发展的一个技术水平啊，好，已经到怎么样的地位？前两天中国大陆的这个嫦娥哈，卫星已经，他们嫦娥火箭哈。他们太空船已经可以登陆月球，好，然后他们又有这个他们的技术是全世界第三个可以登陆月球的这个太空发展的国家。我们好像感觉起来从过去到现在一直编这个我们的太空梦，当然随着国家财务的越来越窘迫，越来越紧迫，好，预算也不足，所以这些东西都可能会被让人家视为好像就被人家遗忘了。可是作为国家科技研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机构，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卫星水平跟过去不管是福卫一号到一直到现在已经七号，还是这种非常小型的微型的微卫星的这个阶段，还是怎么样？我们的筹载的重量是多少？报告委员。我这个卫星发展哈，是在国科会的组织下，自然那个资源受到限制。那这个发展目标主要为的这个学术研究、气象以及这个将来可以商业的这个利用。那跟军事用途无关，所以不像强国他们有很强。对，我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天真要去跟人家弄那个也来个灯。登陆一下月球，我们不是这样想。我只是说，我们总之一代接一代嘛，一棒接一棒嘛。我们现在卫星的发展的这个进程到哪里了嘛？不管是学术研究也好，商业利用也好，总是有低阶、初阶、低阶、高阶啊，或是中阶啊。你们现在的卫星的研究已经到怎么样？你们常常讲说，哦，我们拍的卫星图像都可以跟 NASA 交换了，他们都要求我们提供资料，表示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也很有价值了。那现在呢？报告委员，这个分两方面讲，在福卫五号的话，我们现在这个自制率哈已经大为提高，大部分是自制，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有些特别的这个像 CMOS 的这个 detector 是独步全球，我们可以输出。那在这个福卫七号外面主要的成就是气象，它的所使用的技术 RO 这个技术是全世界都还少有。那我们跟美国的这个方面的合作的话，有助于这个气象。我们做的这个以福卫七号来讲，现在做的气象研究已经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了？解析度，还是说它的这个灵敏度，还是说它的那个有什么样可以让你报告委员？他福卫七号主要不是让国人可以感觉到骄傲的，我们可以感觉到骄傲，它是全世界最准的大气，从高层到下面的温度计，它的温度准确可以到0.1度，所以这个非常准确的这个温度测量，这个是其他卫星所没有的技术。那对于将来不管是交通部气象局，或是将来的其他的学术研究，或者事实上对于这个我们的气象预测。或是气象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帮助？这个会提高这个气象这个一些的这个准确度。原因是我们在这个海的当中，我们整个太平洋并没有任何气象站，
需要靠卫星来布置。那原来的卫星只有一颗，气象卫星只有一颗，这个布置的点太少太少。福卫七号做完以后，至少前第一期六颗，它就增加这个布置点。那台湾临海的海域都可以测得它的这个气象。以现在我们自己自制率很高的哈，包括的福卫五号来讲，我们的筹载量是多少？这个要请国委员。我们现在福卫五号的那个筹载自制率是100%。100%？对。OK。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可以请主席帮我邀请中研院。主席，请帮我邀请中研院。好，中研院，谢谢副院长。两位请回。黄委员好。副院长是，请问您，这个你们的营缮工程，好是，这101年度为什么保留预算的保留那么高啊？原是因为环评，还是因为执行，还是因为发包的过程不顺？好，跟黄委员报告，这个100年跟101年保留的这个部分，主要有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就是国防部要把202兵工厂的火工区搬到现址，虽然那个工程呢有一点延误。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缓冲区的土地征收呢，因为还要再公告，还有跟国防部。你们办了保留了吗？都办了保留。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其实牵涉到政府机关之间的一个联系啦。是，好，确实。国防部国防部藏了很多东西的进程会慢掉。对。那你们原先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把它估量在内，就预算先要到手，然后再办保留，这不是一个政府运作应该有的常态。对，但其实这个计划。好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会今晚已经千里完成了吧？我跟委员报告。现在已经102年底了，101年的保留预算通通用完了，102年的预算到目前为止也用了99%。那我们已经所以进度上不会再延宕了，不会再延宕了。对 ，OK， 好，谢谢副院长，好，谢谢。